接头我是来太保市，立委洪中金为了协助改善太保市旧埤里每逢落雨就淹水的困境，今天的水岭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人员由市长张国成陪同现场会勘，十五位花莲新城居民当面陈情，请洪立委协助早日施设防花，以远离淹水的恶梦。一家人伫大溪头卡沿乡达成共识，新埤排水南埤到下厝桥临近花莲新城段，荷花加管加宽的工程，由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优先列入应急工程办理，用地取得以及细部设计，则是由公所加水利署配合营运。针对台北市长张国成所提新埤排水护花整建工程案，立委洪中金率领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警员，伫个大日头卡实地勘查，伫个大日头卡实地勘查，旧埤里花莲新城等十多位饱受淹水之苦的里面，也着雨伞纷纷前来向洪立委诉苦求助。伊这个吼，都蜜蜂啦，假使讲水灾来吼，就是一定吼。拢洪水必淹就对啦，只要若洪灾来就淹啊啦。啊，即马就是已经连续淹几下，啊，即马内底拢总有四个主因吼，已经完成三个啊。啊，希望吼，即个破坏即个吼，较紧来完成。已经决定吼，就是讲用应急的工程吼来处理一件工课，将咱即个相关的堤防来做较快的吼，啊，然后做较悬的，啊，将即个假设也是。判水的时阵，因袂到判平会发现新城这边才过来，啊，将来对劳工主体，在所有住户，大家当保障伊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吼，啊，即经由重金来邀，用财政委员会来考察，邀请着咱水利署甲相关主计处的官员来台北市公所来会勘，啊，由咱台北市长、董事长非常的关心咱地方的建设。特别提起吼，啊，咱已经做成决议，啊，今日现场会勘了后，最后是甲地方总局同意吼，就是用紧急的工程来解决咱地方淹水的问题，非常感谢吼。洪中金当场甲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协调达成共识，新埤排水南埤到下厝桥临近花莲新城段护花加管加宽工程列入3000万经费以内的应急工程优先办理，相关用地取得以及细部设计，则是由公所甲水利署配合，以早日施工，确保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最新新闻，钟乃新台北市采访报道。